好久不见！才宣布无限期停播，直播主丢丢妹又回来了。就有网友爆料，她的停播真相其实是因为爸爸被抢劫。这顾不快的哇，有没有开心一下？脸书有人 po 文说，丢丢妹的爸爸过年在彰化开赌场，被人持枪抢劫，搜刮走近千万现金。拿一支大用，一支小用啦，提来就走。要走的时阵，拄啊好，佮同款为我这个强的，有这庙。没有吸出去。实际找到丢丢爸，他证实有抢劫，但被抢的不是他，是弟弟的贸易商。我前头姊妹唔捌成交啦，要拄啊好来，拄啊好提钱交迄款，拄啊大肚因都坐落去，煞伊去皮包啊嘛，是煞皮包啊是。丢丢爸说，被抢的贸易商在过年期间到丢丢叔家交货款，顺便玩玩麻将，期间闯进蒙面歹徒，把30多万的货款抢走。抢到的案件是我们来分局，主动来获知。警方已经介入调查，但厂里说遇到歹徒持枪上门抢劫，应该会立刻求救。当下不报警，还拖了近一个月，是为何？背后是否有其他的动机跟利益冲突，有待调查。记者彰化综合报道。